契丹风云一时的大辽国。在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契丹来称呼中国。契丹意思是冰铁。他们所建立的大辽国立国219年，在与大宋王朝并立的岁月里，有多少刻骨铭心的故事深深镌刻进历史的年轮。请听契丹风云一时的大辽国。宋朝按照与金国订立的海上之盟，派宦官童贯率兵10万进攻北辽的南京。由于宋徽宗在后方的牵制及宋将的无能，骄傲的宋军先后被耶律大石、萧干击败，横尸遍野。宋军的压力暂时解除了，周围的压力又接踵而至。北辽向金求和被严辞拒绝，天祚帝又放言准备打回南京。情绪沮丧到极点的耶律淳一病不起，在位98天就撒手人寰，长眠在了香山的永安陵。耶律淳没有子嗣，只得一命传位给天祚帝之子梁王耶律雅礼。然而此时的梁王正与天祚帝在西部逃亡，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推举耶律淳的妻子德妃担任摄政。德妃并非萧太后第二，根本无法力挽狂澜，只能守着一个破摊子艰难度日。耶律淳死后仅仅一个月，宋朝派刘延庆再次率兵攻打南京。留守涿州的常胜军首领郭药师投降了宋朝，宋徽宗又鼓起了收复燕云的信心，迫不及待地改燕京为燕山府，并督促刘延庆领兵10万直取南京。借刘延庆与辽军厮杀的时机，降将郭药师率领5000名轻骑偷偷占领了燕京。进城后的宋军下达了杀进城中契丹和西人的命令，引起全城军民的自发暴动。除了郭药师和几名贴身侍卫侥幸逃脱外，大部分将士在城内都被老百姓杀掉了。而负责增援的部队看见前方的火光，以为是辽兵来攻，竟然自行烧营逃跑，结果宋军全线溃退。据说自神宗王安石变法以来，积存的军需在此战中几乎损失殆尽。纸老虎好不容易被赶走了，但辽国像一头不堪重负的骆驼，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哪怕挡路的是一只并不可怕的草狼。况且挡路的并非草狼，而是一头真正的猛虎。呼啸的北风吹响了冬季的号角，漫天的雪花扑打着满目疮痍的北国。公元1122年年末，阿骨打的马队突然向南京扑来，继续猛烈摇晃北辽这片枯树上的黄叶。听到探马的报告，德妃慌忙派出强兵把守固若金汤的居庸关。也许是上天早有安排，当金兵大摇大摆来到关下时，山上的崖石竟然自行崩落，守关的北辽官兵大多数被压死，金兵破关进入南京。赶在金兵到来之前，倒霉的女摄政王出古北口，抄小路逃入西人地区。在那里，他们分成两部分，西人和渤海军队跟随萧干进入西人本土，建立了短命的大西王朝。女摄政王和耶律大石率契丹军队向西投奔天祚帝，在西夏边境的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旗以北）与旧皇帝成功会合。会合的结果比投降还要悲惨，女摄政王被天祚帝处死，已经死去的耶律淳被从皇族花名册中划去了名字。
这时的天祚帝仍然刚愎自用，一再坚持实施收复国土的自欺欺人的计划。耶律大石在几次劝说魏国又不被信任的情况下，不得不偷偷的与天祚帝分道扬镳。天祚帝顿时成为了孤家寡人，只得带着少数亲兵经沙漠西逃。保大五年，公元1125年初，他被沿着雪地上的印记追踪而至的金将擒获，囚禁在金国的中都。期间，宋辽两位被俘的皇帝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马球比赛。这位身体肥壮的契丹皇帝居然取得了胜利，而柔弱多病的宋钦宗则被乱马踏死。已经80多岁的他企图趁乱逃走，结果被乱箭活活射死。至此，立国219年的辽朝大厦化为灰烬。天祚帝被女真人俘获，标志着辽国的灭亡，但并不标志着一个独立的契丹国家的终结，因为文武兼备的耶律大石还在。耶律大石是从一介书生考中进士步入仕途的，是一位既擅长骑射又通晓汉辽文字的全才。他在与天祚帝会合后，真心实意的追随天祚帝，苦心孤诣的惨淡经营风雨飘摇的局面，却得不到信任，并处于随时被杀戮的危险之中。原因无非是他才华横溢，而且有过拥立耶律淳的污点，因此耶律大石绝望郁闷，万念俱灰，心惊胆战。但就是这种绝望，永远的彻底的改写了他的下半生。公元1124年七月，耶律大石佯装生病，杀死了监视自己的北院枢密使，率200铁骑连夜向西逃跑，大体路线为天德至黑水至可敦城。在可敦城，他受到了鞑靼、乌古等18部众的拥戴，得精兵万余人。匈奴、柔然、突厥的历史已经证明，草原部落最明智的退却方向就是西进。因此，耶律大石没有回过头来与金国作战，而是在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七年（公元1130年）经回鹘辗转西迁。短短一年时间，他就率领这支已无退路的哀兵，用激情划破了从帕米尔到咸海之间的广阔天空，使曾经十分强大的回鹘、聪明回鹘建立的东部喀拉汗王朝和高昌回鹘建立的高昌国承认了他的宗主权。西域处处飘扬起契丹人黑色的旗帜，这只绝色玫瑰终于在沙漠之中自由地绽放了。南宋高宗赵构绍兴二年（公元1131年），耶律大石在新建的叶密历城（今新疆额敏）登上了皇帝宝座，号称格尔罕或菊儿汗，建元延庆，国号仍为大辽及西辽，又称喀拉契丹或黑契丹。几度春风过后，西辽缔造者们长途跋涉的疲惫消失了。他们的牲口长了肥膘，在中亚的统治趋于稳固。大石认为反击金兵、中兴辽朝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任命萧沃里喇为兵马大元帅。在西辽德宗耶律大石康国元年（今太宗天会十二年）（公元1134年）牧草返青的季节，率70000人东征。东征军接连征服了喀什噶尔、和田、河州。正当凯歌高奏时，一场罕见的沙漠风暴突然降临，大量牛马和士兵被流沙淹没。迷信的耶律大石认为皇天不顺，从此永远放弃了复国的宏愿。
耶律大石开始专心经营开拓他的西部疆土。西辽堪国八年，公元1141年，西部喀拉汗王朝大汗马赫穆德与葛罗路人发生武装冲突，他们分别向东部回教的共主呼尔山国、塞尔柱帝国的残余和西辽求援。呼尔山苏丹桑贾尔亲率西域各国联军十万人北渡阿姆河，扑向西辽。耶律大石则带领契丹、突厥、葛罗路和汉人组成的西辽联军挺进撒马尔罕。9月9日，两军在撒马尔罕北部的卡特万草原相遇。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西辽摆出哀兵之势。六院司大王萧沃里腊率2500名骑兵攻敌右翼，枢密副使萧腊鄂部率2500名骑兵攻敌左翼，耶律大石统帅大军从中间突击，三把匕首同时插入敌人的胸膛。桑贾尔的联军大败，3万多官兵横尸荒野。桑贾尔侥幸逃脱，但他的妻子和左右两翼指挥官均成为俘虏。卡特万会战是中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它使塞尔柱突厥的势力从此退出阿姆河以北，使西部喀拉汗朝从此成为西辽的附庸。耶律大石封原国王之地为桃花石汗，也就是中国汗，继续统治西喀拉汗朝，而留一名沙黑纳，也就是监督官，监督其国。战后90天，一向与桑贾尔敌对的花剌子模国王主动向耶律大石投降，东部的别什巴里、西周回鹘也成为西辽的属国。至此，西辽结束了中亚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了东起哈密、西至咸海、南抵阿姆河、北达叶尼塞河上游的辽阔帝国。但是令耶律大石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历尽千难万险建立的千秋功业只传了两代。他的儿子西辽仁宗耶律一烈尚算仁厚贤明，但皇位传到他的孙子耶律直鲁古名下时，西辽的国家机器开始出现故障。因为耶律直鲁古昏聩糊涂，黑白不变，是一个对权力根本提不起兴趣的庸人。西辽因为继承人的无能和怠惰而不断衰败，但西辽灭亡的直接原因却是皇帝招了一名阴谋家女婿。这个人名叫屈突律，是乃蛮部太阳汗之子，在被成吉思汗击败后，于元太祖三年（公元1208年）落荒逃奔西辽。他相貌英俊，且能言善辩，很快就骗取了头脑简单的耶律直鲁古的信任。耶律直鲁古不仅养虎为患，将女儿浑呼嫁给了他，而且纵龙入海，放虎归山，让他带上大量军费前去收集余部。元太祖六年（公元1211年），屈突律纠集散失在东部的乃蛮部和蔑尔乞部将士，浩浩荡荡的杀回西辽都城。久疏战阵的西辽军队顿时土崩瓦解，老皇帝乖乖的当了女婿的俘虏。屈突律成为国王后，仍沿用西辽年号，尊耶律直鲁古为太上皇。屈突律还在朝堂上精心导演了一幕太上皇以年迈为由自愿让位给女婿的闹剧。为了打压伊斯兰教，屈突律磨刀霍霍，结果刀锋却对准了自己。元太祖13年（公元1218年），蒙古大将哲别率军进攻名义上的西辽，备受虐待的西辽伊斯兰教徒纷纷叛归蒙古，伊斯兰教徒家中的西辽士兵被群众逐个消灭。屈突律在逃到萨里黑昆山谷时被当地猎户俘获，
献给蒙古人后被立即处死。他的皇后已被他在逃跑前杀死，而那位可怜的太上皇早在五年前就被活活的气死了。西辽亡国后，部分哈喇契丹人来到今伊朗科尔曼省，建立了完全伊斯兰化的儿曼王朝，俗称后西辽。中原的契丹人下场更惨，金朝改契丹人的耶律姓氏为伊腊，改萧姓为石抹，还把女真国姓完颜赐给了契丹人。契丹人的辉煌被永远的尘封在元朝之前的历史中。契丹人多数融入女真、蒙古、汉族，少数融入维吾尔、哈萨克、土族、朝鲜。14世纪中叶之后，契丹之族名再也没有人使用过，就像一条奔腾咆哮的河流戛然消失在无边的流沙之中。展开世界地图，在亚洲东北部，两条细线般的额尔古纳河和什勒喀河一起汇入了更为粗壮的阿姆河，也就是黑龙江，然后几乎笔直的奔腾东去，一直注入波卷浪涌的太平洋。河流全长4440公里，流域面积185.5万平方公里。这里曾经生活着多个中国的古老民族。在公元16世纪中叶以前，地处东北欧的俄罗斯领土面积仅为280万平方公里。沙皇伊凡四世执政后，俄国才迈开了向东方扩张的步伐。明神宗朱祁钧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840名哥萨克重刑犯组成的远征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进发，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占领了整个西伯利亚，并抓住清军入关的机遇，侵入了我国黑龙江流域，强占了雅克萨城和尼布楚城。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清朝于康熙24年、康熙25年，也就是公元1685年和1686年，两次派兵进攻雅克萨城。俄军首领托尔布金重炮身亡，他那800人的部队只剩下可怜的66人。清朝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彻底胜利。败讯传到莫斯科，沙俄摄政王索菲亚公主被迫派专使赴北京进行和平谈判。康熙28年，公元1689年，中俄双方代表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中俄边境内徙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此线以西以北划归俄国。但北极熊对这个条约一直耿耿于怀。160年之后，北极熊卷土重来。咸丰8年，公元1858年，这时候的大清如同一个被岁月耗尽了精力的老人，已经变得瘦如秋风，步履维艰。抓住时机，沙俄以武力侵入了黑龙江流域，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爱辉条约，割占了我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海边的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为中俄两国共管。咸丰10年，公元1860年，沙俄通过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又强迫清朝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至此，我国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化为乌有，东北三河流域的中国土地仅剩下86万平方公里。从此，黑龙江、乌苏里江由我国的内河变成了边界河。北极熊蚕食中国东北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只用了短短3年时间。
故事涉及雅克萨城的建设者契丹人的后裔达斡尔人。据考证，辽朝灭亡后，这支崇尚和平的契丹后裔不甘心接受金国的残暴统治，便朝额尔古纳河以西、黑龙江以北的遥远地区移动，最终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中心城市雅克萨城。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雅克萨被俄国哥萨克骑兵侵占，许多达斡尔城寨被血洗，他们被迫南迁到嫩江流域，并分成了两部分。从事涉猎的被大清编为索伦部落29左领，从事农耕的被编为达斡尔11左领。清乾隆29年，公元1764年，朝廷征调黑龙江索伦兵，携带家眷远赴伊犁霍尔果斯驻防。从此，万里之外的新疆塔城有了达斡尔人，而留在嫩江左畔的达斡尔，如今多数聚居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内。令人惊奇的是，金人在云南也发现了契丹人的后裔，据说是在辽国灭亡后，天祚帝的八弟阿育率部转战到云贵川一带，取阿保机的首字改姓阿，继而改姓莽、蒋，后来自称本人，现有人口10万。千年后的今天，他们仍保留着19个契丹小字和一幅完整的青牛白马图。另据报载，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进行了分子考古研究，课题组从契丹墓葬标本中提取 DNA， 然后采集云南蒋姓本人血样100份，并提取 DNA。经过聚合酶链式反应、克隆测序、比较分析，最后的结论是，在分析过的达斡尔、鄂温克、蒙古和汉人群体中，达斡尔与蒋姓本人有着相似的父系起源。